哎、欸，什么？我跟黄明志是投高米 B 的。对，我也是高米 B 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啊？三位评审、啊。下一条的选择，鱼和熊掌全都要。谁说两只扑克先得？票收到，在梦里也偷笑。跟着长城更高飞行，要记住家人的群体，为了钱，为了功名，活在舞台。Steven 的他的饶舌的 mumble 的部分，我觉得不够 mumble。他要么就在清楚，要么就在含糊。哎，按、啊、你这挑缺点，按、啊、你，对我给他们、哦，但是我给他们跟他们讲缺点。哦哦哦，好。那史大老师有讲出高明币的缺点吗？我觉得高明币没什么缺点。啊、不是你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兄弟，这跟谈感情是一样的。好，没有缺点。但不他们有时也无法适应好多人事，不停拆换，眨眼就变得市井，有的崛起，有的衰败，早已见惯的事情，有人相聚，有人拆散，一切都如梦似醒，好比论坛成平息的灯，仿佛时代的种子曾不待养，如今闭的门，后的故事就从此尘封在每一个台北人心中，从远东一直到盛夏，城市的夜里面星空，但是要从头等他站在那里指引我，回到最初的港湾，在我迷茫的时候点醒我，富是不是为了榜单，想想看要跳得高，那必须先得蹲低，才然意味着能力，而能力更需被珍惜，欲说奋力跳起掌我们想要看得更远，世界大的超乎我的想象，不自嗨的深浅，你还没有经历过他的创伤，用自嗨的权限，所以想把一切装进相框，再一路带原点，当我再回这里，空气依然无梦，时间暴冲彻底，身份已经不同，不变的是惩罚的事，慢慢的根深顽固，浮现的是那八个字，把你游戏增加难度。You see me 再度回到这里，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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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度回到这里。棒啊，这首歌好棒好棒。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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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起鸡皮疙瘩哎，对，有感动，有感动哎。要发挥点，知道我的心上面，记住我名字是菜鸡鸭最贵，不想再多说，再用力唱一回。当我一开口，让他们都沦陷，在某一回、某一回、在某一回，那一系列你总想让我轻松些。刮风呼噜噜，吹着烦恼又抽烟。想梦一场里都想梦一场，带我将干枯的血液注入到海，答应我今生不要留白，这是最棒的演出，不必重来。哎呦，我们两个不想再做梦了，以上。哎呦，这是最完美的演出，所以我希望你们的声音好吗，所有梦想者。哎，想梦一场里都想梦一场，带哎、欸，什么？耶、yeah! ！最棒的演出！我跟黄明志是投高米 B 的。对，我也是高米 B 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啊？三位评审、啊？哪里啊？我投高米 B， 我先讲。好，我觉得两组都很棒。然后这一组他们写出一个就是会红的 hook， 然后非常爽。但高米 B 的表演我给非常高的评价，因为是另外一个层次，对我来说。就是他在表演的时候，从头到尾，我觉得最棒的就是这个比赛可以让观众跟评审他自己都是忘我，就忘记在比赛，他是在做一个很棒的秀，很棒的演出。然后就是台湾 Mac Miller 啦，然后一切都很棒。然后我的视觉光晕就一直集中在他身上，一直到全部唱完。全部都非常像一条很直很直很棒的东西这样。下一条的选择，鱼和熊掌全都要。谁说两只扑克先得？票收到，在梦里也偷笑。那这边有很屌的 hook， 我觉得这个 hook 不是随便写出来，因为这种 hook 很多人在尝试，他们真的写得很屌，有重，真的有厉害。但是有些小地方，在回到饶舌的时候，没有像 hook 那么强，这是我觉得小小遗憾。跟着长城更高飞行，要记住家人的群体，为了钱，为了功名，活在舞台。帮我给高明币，不要淘汰他了，拜托啦。那其他两位老师呢？对啊，对啊，我其实觉得两首都很难，就是两首的 hook 对我来说都很强，然后表演都很好，
但是我会觉得我给的那边啊 Steven 的他的饶舌的 Mumble 的部分我觉得不够 Mumble， 他要么就再清楚，要么就再含糊。哎，那、啊、你再挑缺点啊你？对，我给他们、哦、但是我给他们跟他们讲缺点。哦哦哦，好。但没人想到他们就是写出一个感人的 trap， 然后又一个好的 hook， 所以我给他过。哎、欸，那大老师有讲出 Gummy B 的缺点吗？我觉得 Gummy B 没什么缺点。啊、不是你，哎、欸，这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兄弟，这跟谈感情是一样的。好，没有缺点，但不一定。他的和声唱得很好，就是他 dubbing 录在里面的也很好。没有老师，我有问题啊！老师，我有问题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觉得这两首歌如果在电台这样播，然后就是在市场上推出来，你觉得谁的点阅率会比较高？哇塞，这严重啊！严重，我想一下啊，如果是我，如果是市场的话，我会觉得是这一边他们的那一个 hook 太奇怪了，就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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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洗脑，很像你会写出来的 hook。他特色很明显，对我来说，所以我给他们过。两队已经讨论完了决定他们淘汰的名单，现在我们要让两队轮流讲出来他们要淘汰的选手。大卫肖。哦、oh, ，Thank you， 大卫肖。GK 老哥。哦、oh, ，GK my man。ODKZA。你们在干嘛、啊？我们分数太多了啦！欧吉虎虎哥，不好意思。哦哦 ，B 姐，对不起。哦 ，B 姐，最后再秀个肌肉给我们。B 姐，哇，我们节目的肌肉担当。我很喜欢这个新朋友，但这个结果是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。Buddy，Buddy，Come on！ 哇，谢谢 Buddy， 是给我很多鼓励的 C 贵姐，对不起。哇谢谢 C Grace， 曾永祥。啊，永祥，谢谢你。曾俊 ，Sorry bro。哇！木木哥 ，Sorry。啊！木木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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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觉得这样不行。该不会？录这么多集下来，每次我们三个都非常非常严苛嘛。是，然后其实大家的压力都超级大，我们都知道。然后今天的感觉真的是大家90%真的都演得非常好，就这样子。哎，我们 Q 一下好不好？先看看有没有可能给我们三个一个机会，让我们讨论一下，可以？对啊。救人回来。哇，其实每次节目都这样。所以他人不会就淘汰不完呢、啊。我觉得今天赛制也不太一样，就今天赛制有点，因为有时候二对一、嗯、没有了，因为今天我有看到蛮多死亡组的哦，没有，我看到死亡组，因为死亡组就是超强的跟超强的在对决嘛。对，那我也是觉得有遗憾在那边。三个救回来的，三个。我们讨论，我们三个讨论一下啦，不是三个讨论，我们三个讨论一下。可以感受到，我觉得现在评审的心情跟选手的心情是相反的。因为选手一定很怕评审把强的歌手救回来，可是评审偏偏肯定会选强的、啊，好不容易把他打死了。第一个要留下来的人，ODKZA。哦哦 ，Green Father 比杰。哇，比杰。OG 虎。OG 虎。我觉得我要救一个。比较有台位的选手，台派的啦，台派还在留一个选手，所以我最后还是决定欧吉虎，就是希望我们刚刚争取来的这个机会，大家可以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面把你们全部都再燃烧一次，这样，对对对。